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我们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下滑鼠的部分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我们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下人体工学滑鼠的部分。那就 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我们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下人体工学滑鼠的部分。那我们之前已经有做一支影片关于这个 Kensington Expert Mouse， 那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滑鼠。你看我桌上已经有两组一模一样的轨迹球滑鼠了。那这轨迹球滑鼠其实可以来改善像是你点击食指按键的部分，然后还有你滑鼠左右滑动的部分，你在桌上左右滑动的部分，你手腕就比较不会受伤，肩膀也比较不会受伤，手臂也比较不会受伤，所以整个就是非常人体工学。